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1月1号，进入我们的昊天八千伏，这里这个背景已经换成这个月刃了，就证明我们这个月刃才是牛掰的。什么主天湖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活动啊，昨天跨年开播了，但是昨天12点没有新活动，所以就没有搞。好的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什么新的活动吧。其实今天我也没怎么看，现在来一起探索一下。首先王者礼包先买一下啊，这里今天我们相当于是有两个活二星魂圣魂合。不是黑二星魂圣魂合，但是黑二星的话，两个40%的几率不太打算去赌啊。然后换武魂是吧？有换武魂的活动吗？这里等一等，今天一天超级颓废，请先给我点时间，我先把这些东西买完。花火礼包，这就是抽奖的那个好东西，没有武魂呀，没有武魂，兄弟们等一等，12的买一下，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奖励啊？就有一些这个庆典令，还有这个乌钢庆典令，就是用来兑换那个什么的，兑换这里一些东西的。武魂已经换了，哎，等等，慢慢看呗，对吧？还有个40的，买了活动可以拿好几个魂盒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庆典礼包，这是庆典令，对吧？这个是也是庆典令，这个呢，这些都是庆典令啊。这些是每日必做哦，到了以后就给这个庆典令，是这样子哦。充30次，充30次有盒是吧？好，别着急啊，今天怎么就充了166了？今天应该还。买了一个那啥，对啊，今天有一个东西，海盗团长，他是给了一个魂兽内丹的，特别的好，是给两个不屈意志，好像是，先把这些东西看一看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里头有盒弄三阶是吧？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啊。如果是60%的几率，其实可以赌，赌的之后，我们就有三个三阶了，会稍微厉害一点点，待会儿看一下吧，对吧？然后学院，哎，非常好，直接来兑换这里的高级内丹和三个魂兽内丹，剩下的不需要管它。无所谓的，七老哥借你30000块是吧？借，对吧？这个什么什么，这个借条写好，对吧？一定不要弄错啊，对吧？写着你的名字，签字画押之后，钱打给你，没有毛病是吧？为什么想着跑我这儿借钱？我最穷了，没点这个数吗？这充点小钱，这个还得要单独充啊，这个就很奇怪。今天一个赌成了是吧？哎，我的好运都被你给用掉了，怪你怪你。所以这到底是元旦快乐还是新春快乐？华灯初上这儿等一等，我们这里先抽呗，对吧？它是消耗庆典令，点燃10个烟花，抽多少次会有这些的这个大奖，奖励总览就是这么些东西，最多是有2000的花火券。这些我们肯定全都抽完。其实本身这里面没什么我太需要的东西，特别是这个乌钢啊多了，这个玉质星辰我现在也买了，得要等可能等半年以后咱们才会继续用到这个材料，现在已经完全不缺了。魂盒我现在就收这个魂圣。黑二星的魂合啊，200块一个吧，好吧，这个还是之前的价格没有变。这是我们跳过动画，直接燃吧，燃起来，对吧？给了一个珍惜的大奖，管他珍不珍惜的，抽就完事了。假装和主播很熟，新年新气象，然后赌一个，之前的霉运已经走掉了，对吧？我们重新再赌一下这个魂圣魂合，看有没有好运，是吧？建立不够了，等一等，这花火商店这些东西还没有买完呢，这些买一下，这个相当是你抽奖就可以抽的便宜一些。哇，买完这些之后还要有这个。我的天，这个四哇，一下花2700的钻石，你看这个游戏要怎么样设计？游戏就要这样设计，你就得要买完礼包，又出来新的礼包，然后再买，然后再出新的，然后越贵的东西可以购买次数就越多，这样才能坑到这个土豪的钱，对吧？这还有限购2000个庆典令，这2000个是直接花20万钻吗？也花2万钻啊，2万钻其实不多啊。这里我们现在已经抽到了1800的这个材料，已经可以兑换这个灯火阑珊了，对吧？兑换一个，然后魂印之息这个随便买，这个乌钢礼包。哼，不需要1000个，这个需要980，还没有兑换完哦。内丹心法的话，选内丹没有错。这些我们东西好有点好啊，每日礼包我看一下，先领取一下，好吧。然后我们开始去抽我们的花火庆典，需要可以不抽。好的好的，没关系。哎，我这个庆典令呢？哦，刚买了箱子，但是没有开，好像是哦，好像是这样子。然后突然想到一个东西，这么的这个够了，对吧？都忘记领了。出完那些还有多 ？OK OK， 好的好的。哎呀，都怪我们之前活动拉太满了，现在这个不划算。这儿接一个好，什么捐献啊，就捐了吧。这里其实全部花完也花了多少钱，但是呢，还是量入为出是吧？做一个勤俭持家的男人，这活动要拉满，其实你要看有没有我需要的，有需要的我们就拉，好吧？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。再次感谢西老板大力支持和赞助，所以我们才花钱花那么豪横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给咱直播间点关注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每天晚上7点钟开始直播啊，直播会比较短，请大家谅解谅解。这里力气也使用一下，这个刚才是不是应该选这个兽魂的？我刚选的不太对，刚选兽魂应该要好一些。怎么可以这么保？现在两个，这致命魂石，选包子吧。后期都需要拉是吧？好的好的，拉就完事了，把这些都开一下。这11个还吃不了，
十一个不太够的样子。这里还有什么什么宝箱吗？先选一个魂核宝箱，对吧？回声魂核起来，这儿有套装石，这里加蓝印和珍稀材料，继续选加蓝吗？加蓝感觉可以直接开那啥东西，直接开那个精准案之类的。这一个胸罩加了3万，还行。我是破解版，不知道不是吧？终止回归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了，就只有30天，以后就没有这东西了。然后每日 B 座就是回归到了，你就可以领，对吧？这个可以领了。然后限时活动领取一下。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做，我们先把这儿的刷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做事啊。因为这个东西今天肯定是要刷的。今天我彻底颓废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床上起不来那种，然后消息也没有回。搞17500卷大概需要多少钻？这个不清楚。走到了一处没有破解版，不好意思呀，让你失望了。这 boss 在 CD 先不管。我今天看到一个东西，就是就为什么要借赌博。赌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挣钱挣太快了，你就看不上其他的钱了。特别其实不仅是说这个赌博，包括你像是炒这个虚拟币，你看它就是和股票差不多，但是这个东西它涨幅比股票波动的还厉害，对吧？前一秒看的是 100, 后一秒再看就80了，就变动特别快。然后你有时候你看那个上面账户那个钱哗啦哗啦增长，你就对于自己的这个钱感觉自己苦一天，对吧？才能挣100来块钱200块钱，对吧？你就不想去苦了。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，这里我们有1500个这个庆典令抽起来，今天能再搞一个狐狸三星。就看各位水友这个有没有这个加成给到我，对吧？让我运气好一些。然后他还说，这个吸毒危害是什么？吸毒危害就是你平常可能，比如说啊，你中了500万，你的快乐程度是100，对吧？但是吸毒可以让你这个快乐程度变成200%、300%、400%、500%，那样的话，你对于在之后对于生活中其他的任何事情你就提不起兴趣来了，你就对于生活没有了正常人的那种感觉。最怕的是这个东西。上班看直播，你这是要被打屁屁啊？这些好的东西好像是不限制抽到，我记得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先把左边奖励领取一下，对吧？这些奖励还是挺好的。这已经抽了170次了，再抽。如果我们强行再买的话，可能还可以再买一些。但是你要看这里给的材料啊，这儿给兽魂礼包，这个兽魂礼包其实我还是比较需要的，对吧？暂时还比较需要。大佬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现在没有卡啊，卡不卡我知道的。就是要卡的话大家都在刷屏，而且我也在看直播，我旁边就放着我的平板，它不卡的话那就证明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。不是，这不是敏感话题啊，这我只是和大家说这个黄赌毒千万不要碰。但是黄的话有什么危害，这个他没有和我说，那上面没有写。然后那些观众就在说，哎，为什么不说黄色，对吧？黄色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提这个，对吧？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短视频。抽了185看花多少券啊，反正这个大概只花了10000多一点点的钻石吧，因为我们当时刚才应该是花了16000的钻石。但是你看，这不是还有这个庆典令吗？然后又给一个大奖，是啥呀？又是花火圈，这花火圈兑换不完吗？百万年今天打神界才有啊，今天可能播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，不要什么星辰了，是的。这儿材料不够了，先等等，这还能继续抽，这里还可以再抽好多好多，但是先等等，我们先把这些该买的东西买完，对吧？什么内丹心法买起来，魂环碎片最后一个，坐骑金龙石5个拉满，这还有11000呢。红玉，哇，我需要红玉呀。金龙银龙，这应该是要选金龙银龙了。魂灵自选的话其实也很好，但是现在不太需要这玩意儿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这买一个嘛，那么惨。我一赌足不够，那天瞎说啥呢，小朋友。这儿再来两个茉莉肠，金龙银龙应该选谁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暂时也没有开，对吧？我们随便放着就行。哎，放在仓库里就感觉东西很多很厉害的样子。这还有5000香肠选择，肯定先买这个。钨钢礼包不要了，钨钢的话可能下一次钨钢突破上限的话需要过多久，有可能会过个1年2年，因为上一次我们19年玩的时候它的钨钢上限是650，后来加了次加到800，这么2年多也就加了一次，所以这钨钢这个别着急，选金龙。 OK 这1000的兽魂，我现在这兽魂真的是完全不缺。再来什么心法内丹，再来这有完没完哦，还有两个水滴毛绒肠，我的天，要这么多才解锁，我的天呐。好吧，这儿直接拉满2万钻石花了，对吧？这无所谓，2万钻石也就2000块，这无所谓的，抽起来开连点气。 OK 等等，多给几个大奖啊，我现在还是很需要这玩意儿的，非常需要，因为刚才我看那些大奖估计都不便宜，能不能每天多直播一会儿，其实播少了它才精彩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我这运气不太好，就是因为他给的花火圈给的不太行，多给几个大奖啊。185的算什么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给我好点东西好不好？这个东西你自己去抽的话，如果我
把那2万的花完以后再去抽，可能要好几块一次了，但是具体多少钱一次我不知道。他怎么这么多钻石是吧？哎，三个珍稀还不如一个大奖，一个大奖会给750，三个珍稀，你看珍稀才给200，哇，彩色的2000的花火圈，我发了呀，兄弟们！但是这水晶毛绒商怎么那么贵？然后香肠自选，套装十自选，万年兽魂自选啊，万年兽魂乘以三，这就能花3000，我的天哪！这个神之核心，这个肯定要啊，对吧？这个我充4万才送一个，充5万送两个，然后毛绒肠的话感觉也需要，但是万年兽魂感觉。这个也先来一下对吧，香肠哎，先来这个套装石感觉一般，我需要这个肠子。红玉怎么还有？这怎么还有红玉？这东西那么夸张的吗？还有这么多龙溪的，我的天，我还想对上两个肠子，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买了呀。哦，还能再买，哦，还能再买呀。我还说这已经买完了所有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就只能硬花钻石去抽，那太亏了对吧。哇，直接再来一个大奖，850花火券多棒，2800必买是吧？我看一下，你们说2800是什么东西？2800是神念气息，好的，马上满足好吧？这小事儿，哎，小事儿，神念很重要。OK。那肠子啊，我们等到开服57天的那个活动，我们直接给他拉100多个，直接给他周满。但是可能要花，哇，又来个大奖，2000的花火券，我靠，神念气息兑换了对吧？还有3700呢，各位还有啥要兑换？你们先说啊，对吧？上面。确定已经没有了，吴刚的没有了。下面这个龙溪肠子套装石，哎，三选一，先选谁会选谁？其实这个龙溪感觉平常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就那么衰了？就那么便宜，触手可得啊！邮件有是吧？邮件我还有东西没有领是吧？我们看一看，先别着急啊。内丹心法觉醒，哎，内丹，金龙银龙先等等，魂核香肠选魂核，但是它有魂斗罗和风暴斗罗这两个应该会更好一些，是不是？我不确定啊，问一下大家的意见。邮件等一等，红玉，哎。250个套装石，先选蓝色的，我蓝色差很多。万年兽魂，肯定先选万年兽魂。今天百万年魂环就出世了，就出来了。邮件是吧？等一等，这什么？哇，这首饰，这肠子，冰地蟹，五合法阵，我的天，7个香肠，哇，35个小拉肠也快满了。好，先魂圣是吧 ？OK。有人说肠子拉满，肠子一个加不了特别的多。神念净身是什么鬼？哦，就是这个啊，需要的就是这个神念气息，可以给他。加一个很厉害的技能，损失20的生命后进入这个贯通状态。我的天，看起来好厉害啊！这直接选，还是魂圣 ？OK。然后，哎呀，这是点不完呀，各位，我们先把这个邮件看一下。新年好礼完了，对吧？新年好礼是这个客服送给我的，这个好像是专属客服才有。这背包已经满了啊，背包还满了。那两个很容易拿 ，OK。我知道重伤很容易拿，所以我都是最后选这个什么金苍鹰，对吧？坚挺吃不了呀，太可惜了。看我直播你还把声音关了，什么鬼？这儿。怎么关注这个玩意儿？我们要关注就关注这个东西，好吧？这两个点点关注是吧？也希望大家能给妄图点点关注，是不是？这里我们再注意一下这里的冰火两仪眼，对吧 ？Hey Siri, set timer for 25 minutes， 然后放仓库开皮肤。那这个稍等，我们再抽吧，还没抽完呢。这个今天的这个活动是挺爽的，还是挺花钱的。新年好礼谁都有哦，这样子，但是客服骗了我。他跟我说，我特意为您申请了这个新年的这个什么什么礼包，骗了我一手是吧？我好好说话，其实我就是怕，哎呀，又来一个大奖 ，nice！ 我就是怕我说的声音太大了，然后把这个麦喷炸了，对吧？我就担心这个，别的无所谓。这波操作66是吧？777888，好标准的英语，把你儿子送过来，对吧？我给你，家庭教育一下是吧？这个，我不知道，就是。教培行业是没有了，但是私塾这种形式，对吧？一对一，我自己一个老师，我只要不在体制内，我去给别人去辅导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之前是做新东方的，假设，因为我有一些朋友，他是以前去新东方当过老师，比如说我是从新东方出来的，然后呢，我又没有在这个某个学校工作，对吧？我没有正式的编制，这样的话他也不管不了我，因为有编制的话，那些有编制的老师他是出不来的，不让你去做那些事情。哇，这。我运气挺好的，全买完了呀，兄弟们，这只能买吴刚了，不是我，哎呀，我说这怎么能全买完呢？搞的都是我不需要的东西呀，这，哎呀，不需要，最后一个吴刚，庆年令抽这个就行，再消耗5个，哇，2次珍惜可以的，我孩子多大了？他连个细胞都还不是呢，还多大了？你是个人吗？你这样问，你于心何忍啊？花火商店对吧？全都没有了，各位，每日礼包每天登录才有，登录2天、3天、4天，好，就4天啊，可以了，各位，我再看一下这儿，再买的话，禁点令是哦，禁点令它不能直接花钻石买哦，是这样子。来，这个魂石这个材料升一升，这个加的战力特别的少，你看加一次才加4000，但是消耗这个材料消耗蛮多的。
买了多少主城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主城加的战力应该是很有限吧？反正武汉现在这个战力是很猛的，他就是这个主城加了好多续战。嗯，然后呢，他还可以拉这个吴刚，所以他这个战力现在不虚于我。这儿红人庇护给他拉起来。你要问妄图什么时候结婚？哎，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。我还是想通过游戏把我的外债先还清楚，然后再去打工。游戏我不考虑认真去做了，就是以后啊，我做完斗罗再做一些其他游戏之后，可能就不会全神贯注的去专心做这个东西了。至臻皮肤选一个谁呢？天狐月刃有吗？这个是鬼魅、剑骨、双绝、九星海棠、天使降临、兄妹情人，这些新的都在前面啊。你们说选个什么皮肤啊？双生诸皇、精锐棋局、独冠天下、泰坦后裔，给你又来个减伤是吗？饕餮斗罗就这玩意儿啊，受到普攻伤害降低3%，首次受到敌方攻击类武魂攻击时，5秒钟吸收敌方对自身造成伤害的30%，就5秒钟减伤30%呗。弱火方式牛，触发一个，哎呀，对对方随机加深一下伤这个伤害。狐狸我有了，我就先选一个牛吧。火焰强化的话，这个选7000年太多了，我感觉这儿有点多，我们少点来，少点来，别着急啊。没啥好选的是吧 ？OK OK 都行，这儿。问一下，神剑晋升肯定是要给月刃晋升一个，对不对？他是损失20的生命，他来一个。然后牛的话，他死很快，牛应该不需要，加了71万的战力。哇，他就是每枚这个神火会增加最大生命值和伤害减免。这个还能再生吗？生不了了，这个也能重置啊，这个其实无所谓。这个还能再生，还不选一个消是吧？苹果也可以玩哦。这儿剩下应该选这个狐狸的，他加这个减伤加最大生命值，狐狸其实很需要哦。这里有皮肤等等，我们先给这个魂环强化一下，是不是？魂环强化先给魔镜王升起来，直接100万年突破一下。你们心心念的100万年呀，直接突破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直接吃掉了，加了30万，这个魔镜王已经 OK 了，对吧？接着是这个家伙7000年摄魂，差了好多呀，两个一起 OK 听你们的，两个一起再给他晋升，反正这个可以随便重置哦，再加77。他这里是大幅提升神念技能的效果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还是主第二角色吗？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，这个先选魔晶吧，全选蓝色的，乌钢随便开，又开300个，不融合举鬼拿了没有用。好的，这儿肯定是给这个牛去升，对吧？饕餮斗罗，这个就是为了让牛能多扛一下的，它是可以对对方加一个持续5秒的15的伤害加深。有一点作用，然后本身呢它减30%的伤害也有点作用，一样有一点吧。选紫的好。现在呢这花火券怎么用呀？这用不了，都完了啊，直接展示，哎呀也卖不掉呀，好难受啊。这里红色魂灵不选吧，选这里戒爪坠。我现在戒爪坠差的其实不怎么多，因为我月刃已经差不多满了，我现在差的就是魂灵赶快弄到30星、35星啊。皮肤没有装备是吧？这怎么会，他激活了就行了吧，装备只是为了让他能看上去吧。装备我看一下啊，装备皮肤只是让他看上去是这么一个形象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你下次到我人物里你看这个牛，他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了。但是呢他不加这个属性回灵弦是吧。好的，可以搞一个。然后五合法阵这个经常能开出来，这个一般般，开一个红色回灵吧。法阵的话还要再给我好久，这个龙的话我们先留着吧。哎，他还不能放仓库啊，这真的是烦人。内丹选几个，今天能去好好升了呀，我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内丹。哇靠，这还有这个青年令宝箱，怎么这还有啊？然后明天后天这个活跃度做了以后还有，这怪什么？主要是怪我这个抽到的这个东西，这个花火券大奖抽太多了是吧，直接就把它干没了。这边还有好多东西呢，这六个加蓝印其实可以选一些东西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神之合金，玄冰髓、紫色魂骨，选哪个？神之合金吧。有人说选金龙行，但是我们先等等，我们先把这个搞一搞。5000年兽魂7000个全都给他升了，全都开他，因为这个能开出26000200个是吧，这样就是1800个。这个开7000年，哎呀这个不够啊，这个全都开了，7000年全都开了。这有点卡，这个也继续开一个合金100。然后也有人刷这个万载玄冰是吧。好，等一等，我们现在7000年兽魂还严重不够，不知道他哪里还能再给一些。这里这个长字搞一点什么呢？五角色致命减伤幸运，我觉得就 PVP 减伤吧，对吧？就开这个疾病绽放加3的专注，专注的话就是你加这个命中，其实挺好的。 PVP 增伤好还是减伤好？
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增伤已经很高很高了，我来点减伤应该会更好一些。先别选，这个肠子先吃了吧，反正这个肠子以后也多，别着急啊。然后这儿魂灵选什么待会儿看，这些不要的先放进去。20个金钟石，哎，狐狸先给它拉满攻速，接着再拉。我想着牛的攻速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血月的这个伤害加深，加个15点，这美滋滋呀，对吧？这个就很棒。有人说果冻肠、姜黄肠是吧？好的，下次我注意。这个肠子能用70个，这个、先吃了吧。可能什么活动也能把它拉满吧，不清楚。拿下去，先等等，别着急呀，兄弟呀，兄弟，别着急。本周活跃度这个到不了，这个也到不了，对吧？这个无所谓。然后下周我们就可以领取这90000亿的经验了，非常的牛掰。换武魂现在换不了，没有卡啊，兄弟。苍蝇5角色都可以吃，这说啥呢？是你玩没玩过游戏，还是我没玩过游戏，把我都说懵了？摇钱树摇一下，我们现在先做一下这个强化锻造之类的，有好多东西可以做了。先等等，这里就给他升吧，340个升起来。我知道要选，等等啊，魂灵一会儿我们搞起来，别着急。拿下的话，现在七点半都还不到，哇，直接升到100了吗？这个卡了一下，那么夸张的，这个就加几十万战力。哎呀哎呀，这个卡的时候它就是不是平均升的。有点难受。接着套装，当时我竟然又开了一些，对吧？但是它还不够，就只有12个，这个没有用呀。强化套装时这里是也不够，因为这是六阶还不太行。这儿随便打造一下吧，打造个套装是吧？然后再来一个4阶的。小莲现在打不过我了，不知道他这活动拉了没，还是有可能会败北的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这个月刃其实比较菜，别人的月刃就很强，我的月刃就很菜，气死我了。肩腹本记得要打，肩腹本是明天去打。明天这城主还是有可能抢不到呀，我这城主没抢到过一次，我人都麻了。这我觉得先搞点这个荣誉，因为昨天都没有兑换这东西，就是想着哎，我可以有这个武魂转换卡，对吧？然后转换一下。来，我们先给大家升星啊、哎、这家伙终于能升星了是吧？邪月基业升起来，元素冲击走。他加18的这个弹射伤害，而且他伤害会递增，这个递增很厉害的，非常的厉害。这儿残月印、隐约袭还需要2天，然后神之日记这3个，我觉得要不直接开了。我是有点急性子，我就想着把这个直接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受，不去意志竟然可以升，但是这个其实没太大用处。我现在，这个闪生命其实应该升一下的，这个自然赐福要升一个，有6个呢，我们再拿4个来给。这个升一下，这个升一下，其实后面就只需要这个高级魂种内丹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给狐狸升一下，让它变得更肉一些。小天生做东西了，哎，不管它，不管它，它之后就变成这个历史潮流当中的一部分了。我置换一次差不多需要再加500的荣誉，不划算啊。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给那个啥，镇月之玉再升一升，是不是？我再看一下。这边鼎和牛他们的魂环也很重要，特别是这个凤凰柱啊，这凤凰柱是一定要升的，各位，因为它能够帮助生命值最低的3个单位分担这个伤害，它分担伤害的这个血量上限和这个凤凰柱是本身的星级有关系的，所以它星级要高一些，帮队友承伤。这个封印也要搞一个，国之重器搞一个，这两个我觉得搞一下，国之重器和封印，我们来一个，这个升起来没有问题吧？我问一下大家，封印、国之重器、一金置换便宜，我知道，但是它是12选1，你知道吗？12个里面选一个，然后你置换一次再便宜是50的荣誉，所以你平均来说12分之1的概率啊，10分之1的概率啊，那就是500的荣誉，这个没有错。古武士自动拉的，百万年有2个加成。好，我们再去给大家升一升，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升到这个百万年。这个胧月现在是39万、36万，这个是39万。这个罗刹的话，先给这个胧月升吧，这个明显不够呀，升不到百万年了，各位。有人说国之重器也没有用，2个百万年魂环有加成是吧？哦，是这样子。这还能通过神界通道继续强化，那么夸张吗？我现在就只有100万年魂环，这差了一些，已经500万的魂环 CP 了。真身的话，今天现在有3个对吧？我们来赌，这赌一下吧。红三星魂圣魂合，60%的几率。有人说国之重器还是很有用的是吧？好的好的。牛没有百万年神哦，百万年神圣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到时候我给月刃看一下，稍等。60%的几率啊，各位，搞一下搞一下，我真的很怕失败啊。3、2、1，走。哦，成功了，我赚了2个回来，哇，太棒了。狐狸3阶，哎，赚了2个，不错了不错了。47个钻石，这思思说他鼓舞不了了，他没有钻石了。哇，我终于成功了一次，之前只要不是100%全都失败了，我大概亏了
应该是亏了四个黑的两星的回合，现在又赚回了两个，对吧？这个系统啊，它还欠我两个 ，nice， 哎，太漂亮了！你不要非要想百分之二十，有可能三个百分之二十下去，骂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我们先给这个牛的百万年下了，对吧？你们说这个什么什么百万年，两个百万年加一起有这个加成 ，OK， 这先随便换一个，来，它有一个紫三星的，这个紫三星还是很厉害的，换了以后打架会很厉害吗？待会儿看一下，好。激活了神幻加持第一效果，低阶效果，低阶效果是在这儿吧？你看，每隔十五秒释放第一个魂力技能，将额外选择一个目标。哎，不错。若额外目标为敌方，哦，还会选到自己家，对他施加这个进步效果。敌方需要普攻五次后才可以做其他东西。若为友方，施加澎湃效果，技能提升。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辅助了，后面就这个少了两星，其实说问这个问题说大也不大，也能接受吧。好，紫三星给他也行，技能加成。看起来应该是后面的才会更厉害一些，现在的就一般般。这儿，哎，直接给他吃七千年吃满，加起来，加起来。什么这东西确实有点伤不起，可惜我不会唱歌，我会的话就给你们唱首《伤不起》了，是吧？好，这儿我们啊，武汉他好像又没有来，你看六点七万亿，他们三点七万亿，他们这个人真的不太行。这儿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买买这个兽魂，别的都不太想买了，各位，这个东西也不太想买，随便买买吧。红玉肠子，哎呀呀，买一下买一下，然后荣誉一定要买。第一个东西你们觉得我还需要买吗？这个其实前两下是还算比较划算的，我知道等我解封之后这个东西需要的很多，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怎么需要，所以我有点犹豫。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人物，他是坐骑强化石。好，稍等，坐骑强化石我差不多已经买了，你看这个要二级神前期一阶才可以，这个如果还要再玩五个月，那可能这个游戏我们还要再播五个月，有可能是这样哦。魂灵也要搞，这个好多东西没有搞呢，别着急，神师可以解封了，对吧？啊，也希望咱这个西安能够早点解封，送上最美好的祝愿， Give my best wishes。 坐骑升个星，你看坐骑强化是在这儿，对吧？但是给各位看一下，就只剩一个这个家伙十七，哎，但是那个宝箱我还没有开，开了之后就 OK 了。二级神强化上限会多，但是，哎，还是有这个难处啊。肠子开了，这儿有点时间，这开起来有点麻烦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里的预知星辰拿出来，对吧？这样我才知道我的预知星辰有多，什么时候差不多该开那个预知星辰了，对吧？到时候看一看。先煮狐狸，后面换武魂操搞。嗯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一直在纠结。其实我挺纠结的，我现在换这个，我现在煮月刃，对吧？我估计还要再被揍。但是如果我煮狐狸的话，有可能我可以，可能有个三七开都行啊。反正现在打武汉贼吃力，这个有点烦人的。不过我今天升了一下，对吧？这是玄冰髓是吧？还是神之合金？他们说神之合金一百一个，玄冰髓要更好一些。确定玄冰髓我就搞了。这是我们合成一下喽，罕见魔晶能合多少个？合一千多个，哇，舒服。nice， 还有八千七的这个，可以的，坚持到底别换啊。那我们就是二号位是主角吗？有些资源是有点浪费的，包括那个首饰，对吧？都给他强化到四百了，我不是还要神之合金吗？我也不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，但是神之合金的话，我好像不是那么的缺。各位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有几个神之合金？我有四个神之合金了，还要再开吗？我们现在还没有解锁那些功能呢，先等等。